我是新美，新美，你敢知影台湾的物件吼，真有够好食。哎，一定诶。对啊，我拄拄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做些物件拢毋捌食过。嗯。啊，我其实有一摆我去南部吼，我食到一个物件，我真毋捌看过，是橘啊色的 purple。嘿。啊，我咬去时阵吼，哦，我总是随讲在讲，哦，哇，哇，哇。真正好食诶！啊，头家就讲，哎，丢丢丢丢丢，哇！啊，我就讲，哎啊丢啊，就都哇，哎哇哇哇！啊，你到底你是食着啥？哇哇，嗯是，哇，是你食哦哦啊哦，嗯，哇的哇，啊，那你若去海边食着海产，迄高高诶物件，嗯，系对。啊，就是鹅啊，鹅！我原来你是安尼鹅台耶，是啊，做好记的嘛，对对对，是啊是啊是啊。好啦，安尼今日的主题就是鹅啊，鹅是鹅啊，是鹅啊，不是鹅啊，鹅啊。啊，那咱来先看卖，今日有啥物人要来拍同关？哦，今仔日往来队就是北极熊队，欢迎。北极熊大台北，上惊天气热哒哒。北极熊，因为北极熊的中文是北极熊。系啊，啊，阮家是住台北及高雄，所以就变北极熊。哦，哎，真有意思诶。系啊，好，啊，恁今日跟我表演，我慢慢跳舞，好，正开始。四鬼队是虾米人呢？四鬼队是明德国小，欢迎。往来四鬼先拼先，明德国小上盖高，明德国小赞赞赞。来，欢迎。哇，一看一个迄个破脸，破脸，破脸嘛真水诶。你破脸哪大坑？唔是啦，无迄是啥？头皮啊，头顶，头顶，头皮啊。哦，所以等一下你要表演给咱听。对，哎，你家己一个人，还是别个人嘛？要做伙？出抓班，抓班，哦，抓班，哎，好好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就是鹅啊嘛，鹅啊，啊，对啊，好吼，咱的
第一关哦，买当食到物件。哎呦，看到水哦。好，那你第一关是啥物呢？就是往来西瓜，食看麦。好，食看麦，挑战两回合，两队同时食果菜汁。第一回合有两种口味，第二回合有三种口味。写出正确的口味，也是讲出上最口味的迄队，就一分。真的刘丁，刘丁，刘丁，拍牌上好摕刘丁。哦，你看，你看嘞，哦，哎，个这，哎呦，四季果，四季果，四季果嘛，好食噶。后尾阿咱介绍这有啥物刘丁、马铃薯、番薯，啊，灰灵果，灰灵果，灰灵果，哇，你看，哈尼水，那无食，红的，真的，无菜，无菜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食这吼，哎，放料会，迄火较红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看天空哦，正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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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尾阿咱介绍，咱介绍这做水果，水果要安那？啊，我跟你讲，嘿，你若食会出吼，我要一个果汁给你食。果汁，果汁，嘿，有两个味呢，然后两个水果，啊，一杯果汁内底有两种味。对啊，你若食会出吼，啊，我送你啦，免钱啦，免钱，你够好。果汁够有水果通个摕，两种口味。对，你甲咱下起，啊，哈紧手得。哦，都安尼都。来来来来，哎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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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伯啦。阿伯啊，我可以送你一个。什么物件？送你结婚。哦。婚手上重要，婚手上重要。好，好，好，咁大家拢准备好势哦，好，好，安尼做伙开开哦。一、两、三，好，起，阿金是零口麦，两口麦，两口麦，两种口味。好，闻看，你闻看。哎，三小，我先闻一下。甜瓜干嘛啦？甜瓜啊，有甜瓜，有甜瓜，吃的什么？香瓜，香瓜，香瓜，香瓜跟甜瓜。有些味就当来，还有什么？但是饮起，你完全饮完全什么饮袂出来，你完全清饮袂出来。你那下定下来，快点！刚刚怎样是啥物？哦，西瓜堆，西瓜堆。您刚刚是啥物？柳丁、香瓜、香瓜。哦，多多多，迄只香的迄个香瓜，迄个香瓜几粒？嗯，七色的。啊，柳丁的，柳丁就是几粒？哦，是你刚刚是这两个加做伙，嗯，好，头家来聊两聊水果啊，哦，那个聊水果，好，往来对，好，香瓜，香瓜搞柳丁，柳丁，好，安尼咱来看卖香瓜加柳丁，答案对唔对？香瓜加柳丁，恭喜恭喜哦，哦嘿，果汁可以免费弄免钱的吼，啊个结婚嘛，可以结婚。好，安尼往来对一杯五十块吼，等下落了开始付钱。对对对。都大概已经送一张啊嘛，送一分，搁送两种水果啊，对啊，即嘛哦，要送三种的水果，哇，今仔学生拢足巧的哦，你有心理准备哦，冇紧冇紧冇紧，三种哦，对对，三种不简单哦，弄伫遮内面哦，三种的无同款哦，请开始，哎呦，来这种先，这种先，看看这种先，香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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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香蕉，买公哈你大声啦！没有听到啊！对对，来哥哥哥，苹果，苹果，哎，然后呢？哎，然后隔壁听你念声就对你写嘞，哎呀，啊，搁有啥？搁第三种讲出啊，搁有啥？搁有啥？第三种，紧嘞，人你又写出来，你敢唔紧想？紧嘞，哦，啊，无，好，无简单。好，喊出你啊！好，西瓜堆，你不要白写哦。好，搁给你三秒，给你写物件。给你写告示了。一、两，你若无写，就无。好，阿个冰块。好，咱来先看阿个西瓜堆。西瓜堆，您是叫什么？来，你边哦，边边。嘿，金蕉。嘿，金蕉。灰灵果。灰灵果，捧果。捧果。好，安尼只有三个：金蕉、灰灵果加捧果。来。看嘛，看嘛，你想想。又想到一个，来，金蕉，金蕉，捧果，捧果，阿狗，阿狗，我哥晓得几个？好，你讲啊，哈？对，
韩吉。啊，那因的韩吉刚好要下去哩。袂使，伊是啊两种，咱即摆先比上钓的较济，对，啊那白济就来看独家相较先写了，嗯，好，安尼咱来看卖正解答案是虾米？请看是韩吉金蕉到木龟，无啉着无？等一下呐，哦。有一个，迄个苦苦的，哎，对啦，是啦，是木瓜，较无遐尼甜的木瓜啊，因为咱较早咱啉木瓜，平常时拢甲牛奶做伙啉。对啊，有啦，迄哥哥的较厚的味，就是木瓜，哦，所以两边拢干那来摆住个很好，两边拢干那钓一项，就是金蕉，啊，迄就是独角兰。朋友，别讲公仔，讲巧，冰冻。阿你咱恭喜啊，恭喜来西瓜第一个甜甜结婚。Yes， 哦，这关系什么呢？就是 online 西瓜，关注来出题 ，Go， 关注来出题。影片中有三个问题，请两队抽答，得一题得一分。你敢知影台湾上应该是讲最好食的蚵仔是位对来？对，台中大家。嗯，对，就是台湾台中大家。这句连着句。对啊，台湾大家，台中大家的蚵仔。好，哇！好啦，所以等下咱的关注就是要带咱去呀，要去食，看卖去学做些蚵仔的代志。听讲够有控油哦，好食。好，咱来看第一是啥物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家蚵仔农场的安妮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大家蚵仔农场佚佗。大家蚵仔出名，同人知，因为大家水质、土壤。适合蚵仔生长，所以生产品质赞，好食的槟榔心蚵。我即届除了带大家来熟悉大家蚵，要阁顺续带大家做伙来生增加人趣味的控油。帮蚵仔下皮爱戴手套，因为下蚵仔会出冷，这白白冷是草酸碱，皮肤过敏的人摸到手会痒。请问要安怎来处理，才会减轻手痒的状况？是第一，伫个手个顶头抹土；第二，伫个手个顶头抹盐；第三，伫个手个顶头抹糖呢。请记得，红来队抹盐，抹盐。好，咱来看西瓜队抹盐。哦，你嘛刚刚是抹盐。好，咱来看嘛盐答案敢对？正确答案就是伫个手个顶头抹盐，因为盐的成分是氯化钠。氯化钠会破坏草酸碱的化学成分，所以抹盐会当减轻痒的感觉。另外一种是阿妈加醋味的方式，就是要下蚵仔进去先点下解，加一嘴，安尼手就袂痒啊。你有对阿未？加一嘴多好哦！哎呀，所以我看到我看把个杯挂，我加一搞我加痒我了。你就是家家的一种惊走，我说你吃掉。喂喂，好，恭喜啊恭喜，王奶奶得到结婚。是啊，好，好，咱还先看第二题是啥物？咱拄啊讲到较敏感的人，摸到蚵仔草酸碱，手会痒。咱蚵仔分做三个部分：蚵仔、蚵环、甲蚵叶。请问较敏感的人，倒一个部分较爱食嘞？第一蚵叶，第二蚵环，第三蚵啊。请记得，嘿，往来堆。哇，你应该是蚵叶，还是蚵环，还是蚵啊？请回答。蚵啊，什么？蚵啊。好，四鬼堆。蚵环。啊，你咱来看卖，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正确的答案是蚵叶，你有对啊未？蚵仔是咱平常食的部分，蚵仔皮撕掉了后，会当放喺鼎底，豆豆吸附食来食，口感甲蚵仔足同款的。但是蚵仔因为有草酸碱的关系，所以体质敏感的人上好卖食，避免引起过敏的镜头。你有药着无？
但是我想讲是番薯，番薯叶啊，做好食的嘛。想袂到蚵仔叶啊，袂使食的。对啊。贵宾啊，贵宾、是是是、哦，所以大家拢有学着吼。阿舅妈妈知影，蚵仔啊，本身就是在食蚵仔。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无菜都无提着分数。无提着分数。不要紧，第三题是啥物？请看笔记啊。早期秋天挂稻仔线，会伫个空旷的田内底用土角贴土窑，放茶蕊内底烧点外钟，再把茶刷出来。再搁放番薯、芋啊、鸡啊，即个食物入去，再搁用土甲伊盖好，慢慢慢，经过点半钟到三点钟，甲食物吸好食，即就是古早控土窑的活动。控土窑的时阵，上尾会伫个土窑顶头插一片青青的叶啊。请问插叶啊用途是啥物？第一，好看趣味；第二，测方向；啊是第三，看食物适合未？请起头。红来追哦！拍失败就好，没拍，下拍。看食物色个呗？啥物？看食物色个呗？看食物色个呗？看有色无？好，是规定。看有色无？看有色无？你无刚刚炒的安尼较水哦。看看趣味啊，不一定伊是对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安尼，咱来看卖答案是倒一个。正确的答案是来看是不色个呗。因为古早较善食，无表啊，会当看时间的长短。用茶烧过土窑以后，初期高温是吸伫下骹，过来高温会慢慢传去咧顶头，将食物吸熟。上尾啊，高温会传到顶头的时阵，青青的叶啊，因为高温就会冷去，就代表食物一定熟啊。你有约到无？恭喜啊，咱的王来对伊个摕到积分。耶！哦，白手啊！白手哇！两边拢摕到两分，哇！那后一关真是最重要的呀。后一关是啥物呢？就是王来西瓜，叠胜盘 ，Go！ 叠胜盘，限时四十秒，上接近阁无超过买菜金的迄队赢。那两队拢超过，超过较少的赢，赢迄队会当摕到三分。现在大人应该也知道叠胜盘真的很重要，也有经验。好，现在15秒的时间让你看东西，时间开始。耶，注意哦，看他钱是倒在哪，我们中辈也有人是拿回去，这爱钱哦，这也爱钱，就中介绍就好，加起来了。周董拿这四行我这挂机提物件，咱来看麦。来，这支是真实，真实，我真实，八十一颗，八十一颗。好，这个汤啊，汤啊，水汤，三十二颗，三十二颗。好，再来，西，西，二十七颗。好，来，豆油哥，七十九颗。好，再来哦！你要抢，要抢票，要去到，为大客家华人。好，对，我最近八百十六块。哦，这只，低啊！我改好领了，这只低啊你啊！好，这只低，我最近1300，是不是一两三，123块。好，再来。五十一颗，好，过来。板啊，计时，板啊，58颗，58颗，
好，过来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一百掌，一百六掌，一百六掌。好，过来。长啊吗？这应该是酸辣。算啦，五十，五十，这五十块，五十块，六十三块的球啊，球啊，六十三块，你敢会爆哦？七十二的 tomato， 哎，七十二块的 tomato， 这是对的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上重要的这九十三块的球。金针菇，金针菇，金针菇，已经无心情去讲了。对啊，妈妈会爆，因为这有较贵。变。哎，刚有爆，刚有爆，弄弄到今日是一千空九十八，是咱的题目。嘿，啊，往来对拢总开一千空七十五块。哇！哇，差一点啊你！没差，二十三块。哇，这没时间了。这无简单，这无简单。老师说这经营无简单。二十三块钱算个真准。伊那，西瓜那是一千块七十六。哦，经营都。嘛不一定哦。是啊，嘛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，咱来看麦，这是。蛋粉。蛋粉。六十五块。六十五块。好，再来。没啊，没啊，几百，几百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好，来，这阿辉酸汤，酸汤，酸汤，几百，几百，二十八块，几百，二十八块，好，来，是卡头的是卡啦，卡啦，还有，我这几百块，八十五块，好，来，这鸡是。球棍啊，球棍啊，一百，一百六十，六十五，一百六十五块，买菜叫做八打，八打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调羹哎，哎喂，哎，这是做大鸡的，哎，钱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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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百四十三块，一百四十三块，哦，哇，这么呢，什么鸡啊？千里镜，千里，这叫吊镜。千里镜嘛是会使。哇，巧哦！一百五十九块。好，再来。最后冲出一题。红菜头。多少钱？一百六十块。好 ，OK， 搁一个。一百刀啊！一百刀啊！多少钱？七十九块。七十九块，好，好干呐！哇，五高金！哇，我跟你讲哈，因差六块，差六块而已，因差两三，因差六块，哎呦，差六块真足少的呢。但是唔知啊是假还是少，所以恁阁有机会。OK， 哇，差六块钱就拍上诶了。好，咱来看卖，四位队拢总一万最近，四位队拢总开一千一百零四块。啊，超贵，超贵六块的娘呢？哎，精英，哎，精英这拍就无简单，无简单嘞。今仔这队两边拢差少少。对啊，足准的，足准的，啊个。拍摄啦，无彩，因为超过都是，咱的规矩都是讲都无啊，所以恭喜那一队摕到三分。你要猜吗？来，哇，紧张，今日真，哇，紧张哦，是啊，我恭喜咱的王来队在进行咱的奖学金挑战，魔力饼，顶冠有十二个大楼拼音，爱在四十秒以内找到答案。那无就要跳入球窟啦，唔对四遍，马上失败，嘛爱跳入球窟啦。哇哇哇哇哇！来，我来讲，这蚵仔吼，好食吼，
哎，蚵仔料理方式嘛，就侪种诶。有人起来，像咱今仔这就是蚵仔牛奶，嘿，冰诶，凉诶。啊，平常时嘛有人起来煮火锅，你上爱。对啊，烧诶，啊，搁咸诶，咸诶。啊，过其实大家爱好食蚵仔，就是爱食起安尼密密松松，密密松松。啊，无咱今日个题目出来，咱就再来念。啊，题目就是好食蚵仔三个谜。好，哦，这七个字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四十秒的时间开始。四十秒，这会使啊！哦，好食哦，一边的两个字啊，三，你做着三个，食食得到。哦，好啉好啉。三个米，三个米，快点，哥哥得到。米跟有啊，好食，有啊，一跳来吹，白吉利啥物无吹着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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